想厝的人，哎，想厝的人。继续，继续。下个移民讲哦，无听的歌，无啥大，紧嘞，紧嘞。来，速速赶紧快马加鞭。哎，谢谢。来，我先问候一下嘛吼。来，现场所有长官，现场所有乡亲士大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是小詹雅文，今日非常欢喜，会当邀，一定可以受到那个播完听的邀请吼。啊，来用歌声来跟咱的乡亲士大结善缘。我们这个善缘久长嘛，祝福咱在座各位，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拢出来在大大小小平安顺心，大家拢赚大钱，钱大赚，好唔好？好。水，这句哦，这句话了有大声。哎呀，讲到钱，大家拢足请你啦，来，来，继续来安排。
来安排一首咱陈雅文去带国语赢你哦。祝福大家做事业身体拢爱赢，赢几路送互你，赢你路。来哦，赢干哦，这个啊，影视中的代表，来这边有咱全国内容。好嗨哦！啊，做人吃米上困难。人情薄薄求到，做人吃米上难过，离袂着上苦，吃米困难离袂坎坷，是讲话带来小自豪。这个他们讲，是不是本人无意思嘛？还要加一个小赞扬。无啦，我都模仿的啦。不是模仿，有人已经讲，你生得比伊较水，你唱比伊较好听。我讲唔通安尼讲哦，我讲人小詹雅文足尊重这阿姊哦。真的，阿姨吼，那个詹雅文老师嘿，最近身体较欠啊，是啊，我希望咱的众生嘿，能够比伊的身体较健。赶快恢复健康，是玉仪，他是我崇拜的偶像，我希望他能够再继续在歌坛上，然后演唱更多好听的歌，再创造更多好戏。对对对对，够好好戏。哦，阿姨，过第三首歌，迄首嘛拢袂歹听。什么歌？看那什么今年会好过迄首。哎呦，水啦！这首歌气氛，这首歌哦，尤其在这个时阵哦，多啊，你的气氛氛围之下，唱的歌好。哎呦，真的很厉害的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来，就这首歌吼，来祝福咱在座各位咱乡亲是多年年月月时时日拢平安，拢健康，拢好过。来，今年一定好过，来，谢谢。
谢谢谢谢。清心空好命，这的哟。啊，突变的社会，加减啊有问题，时代在变改，这是人的命，这个人吃多，啊人做话着多，三是人讲五千话，啊你在地下，但是地只安尼认真啊做。谢谢我们的小张亚文，谢谢你啊！这把过来这里哦。